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咱这届吼非常的幸运啊！咱第23届哈，迄高级行政参议班呢，拄啊好咱的主席曾根宪昭为日本登来。咱的主席，你拢捌看过对不对？对。我甲你讲，足严大诶，啊，佫是脑科医生，你开脑诶，所以你的脑呐，佮国民党阿袂甲你。阿未破解你的脑的时阵找伊就对啊。所以咱的这个主席吼，做脑科医生，那个上这个法律啊，而且天注定。各位，我甲大家介绍，咱的台湾民进会主席曾根宪昭，苏内上。我不是要讲单位哈，啊？厉害哦，韩班呐，不是厉害啦。啊，真欢喜啦，有这个机会直接跟大家见面。进来的客人嘛，无 10% 的我唔知的人哦，捌看过，拢唔捌看过哈。真实的，这已经注册啊，所以拢免来话紧啦，吼。要蛮原谅，我拢甲秘书就讲，我注册啊，都免出面就好啊。哦，啊，真欢喜啦吼！我是最近所感觉的，像咱的民政府一日在壮大，在健全。啊，我来听到咱的秘书就讲，哦，这回搁百几个人来。啊！大家安怎？吼、哦，听着是来足兴奋的，因为我感觉恁来参加这个，大家拢同款的意思。咱台湾伫个真无望的中间，咱要行，要安怎好？咱有家己的国家，咱的台湾的将来安怎？大家选举，选遐侪遍，用遐侪资源，大家拢讲无奈无效啦。唔过咧，通过咱的秘书长的理论法律，我想台湾干到这条路尔，所以我嘛法律健全，无歪去。我今日他多啊，秘书长提考试的，恁知吼，军事的考试我看，我讲这我考咧吼，可能比恁较歹咧。伊出来就讲，主席，我甲你考一条。好个在我有答不起来，那无讲我这边在做主席。不过这是真重要的哈，我们大家完全的理解啦。那无法律，咱这个民政府实在袂当行。问题是这个法律虽然咱会当行，总是咱受着足侪阻挡。咱台湾人有啥物难？也无经济，也无军事，还佫袂合作。台湾2300人嘛，几个人？伊知影这个法律，总是又要参加无？无啊，对啊，先从来无啊。我那个假出代志，我古早我要入日本的时阵，我做主席了的时阵，伊甲看足久的啊。我迄款护照甲看足久，我想讲这要去互掠嘞，还佫无甲掠。啊，咱的秘书长，国民党甲过嘛是无掠吼。啊！若要了古早，就去洪台去啊！阮两个一定去洪台啊，都无咧。啊，有足侪解释，免讲啦吼，就讲，咱伫惊啥啦？为着家己的家园，为着家己的国家，我想这是真正确的啦。中华民国阁歹安尼嘛，即卖也嘛唔敢讲，阁讲啥？讲可能是一句我无啥会记着吼。可能是讲，恁这这么小吼，不能成大事啦，免甲你管啦。啊，无想着讲，咱愈来愈大，愈勇。小可伫世界伫咧曝光啊，直出来啊。即个去日本嘛，足济日本人讲学因，去美国嘛是学因，但位拢是啊。可惜伫台湾人，伫台湾还阁无遐济人伫敢支持。这小样真可怜嘞，唔忙啦。渐渐啊，咱的理论，咱的做法，唔忙，大家当表现，吼、哦，你是台湾民政府的，要怎？
会完先完，这大概想一下嘛，迄话吼，先完有先完的表现呐，哦，啊，我实在不是先完啦，伊拢甲讲，啊，你这个人拢无到，我甲咱的秘书讲，迄、那个那特别的会我到达，那无我感觉迄个地震无啥好，我无啥会到。啊，阮太太讲，你咧爱水，你爱倒，你得爱倒，无倒那会使。哦，我见啊，花呢，安尼歪一个。蛮好，蛮去讲啊。我讲，伫恁在学习的时阵，有足侪先生甲恁讲足好诶代志，大概拢伫法律上还是理论上诶代志。我要要求大家，你只要写一个行政甲参议班。您将来是要哪会的可能性啦、啊？是要做行政部门的人，还是参议的人？您得爱学习参议的制度、行政的制度，嘛是得爱读册啊。唔是讲啊，听这理论，听这就使。实际上要安怎行？我望大家当个努力出来。啊，你得爱去想，到底咱若要做一个人的顶官，要指导人的时阵，咱得爱想什么话？咱得安怎做？我听听来讲好，我有听过啊。哦，我博士班有读读来考试得过。我讲那这回关那个滚试的考试吼，我听讲一百几个到二十七个。按来讲是对七十五点加降落来七十点到二十七个呢，超过七十五点到九个呢。啥物啊？唔过吼，这是伊拢用迄个现行啦。哎、欸，无注意烫哦，一个无，啊，佮真真短时间哦，十七页是无？比迄国家科技佫较惨，比阮的医生的专门科技佫较惨。总是，这是爱咱知影讲，咱本身实在理解到甚物程度。所以，唔盲讲恁读了、听了的时候有问题，提出来问。吼、哦，你住下骹会使问，大我想大家足侪。等段拢会替您解说，佫较完全咧。咁嘛，大家当完全的理解的时阵，你就有迄个力通去讲说明。有当时去美国，哎嘛，去日本嘛是同款。我直直咧讲，听听讲讲，伊讲安尼吼，咁接受会起来咧。唔过伊嘛是直直讲啊，歹势互伊讲啊。唔过会误解啊，哦，咁大家完全的理解，请大家努力吼。大家使真艰苦啦，吼、哦！多谢大家。咱可用热烈的掌声哦啊！啊，迄个咱的主席哦，多谢，多谢各位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咱即马开始要上课哈，第一节课是咱的迄个叫做驻日代表何春先生哈，要讲迄个叫做这边。去日本访问的所为情形，来，大家热烈掌声跟欢迎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大家平安哦。他对咱的主席讲，伊讲不啥，伊也讲袂认同啦。其实我比伊较袂晓讲哦，我。1962年这个月一个月哈，我去日本读册，一来已经51冬啊，啊，这中间11冬我伫非洲服务，差不多10冬前我退休，啊，再来台湾那故乡做 long stay 啊，啊来去去，啊，到今年10月。这里秘书长哦，加工叫我做驻日代表了，因为伊讲日本的代志我较知影，但是我是日本，我是伫咧学术界吼，伫大学在教书，所以我政治方面拢无人脉吼，但是。碰到了哦，都未使走啊，哦，所以我才
甲接起来。啊，我才十月时，我才去一撮日，我等于日本看，看我到底会当做啥物哦。啊去，哇！我迄朋友介绍的，我才去问。讲你捌听台湾民政府无？伊讲捌啦，哦，哎，日本人讲去到过多阿里嘛，哦，捌听。啊，讲你讲我台湾哪？伊讲，哎，诈骗集团呐，伊唔知讲我的身份是啥物哦，要诈骗集团的，啊，是迄个乱。一种邪教的想法哈，怎么到现在讲这台湾是要日本的哦？啊，咱是天皇的臣民哦。中华民国是台湾的，你跟你在讲，中华民国对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。啊，在讲咱诈骗集团的人想改这，我讲古怪的哦。是安那太安尼，因为你伫台湾，我嘛听真济啊，啊连外国安尼在讲，就是本来在讲，我就想讲，问讲因迄个遮个人的心甲看吼，很多很多拢是讲日本李登辉自由的会员。啊，这奇怪呢！我咱伫台湾的时候，我几乎唔捌听讲国民党的人在讲讲咱是诈骗集团。反而吼，遐你台湾的李登辉自由会，还是讲台湾独立建国人民哦，咱所谓的台独哦，也人在讲的，也古怪呢。啊，其实我吼，1962年去日本的时阵，日本以前就一个咱观光的战后的时阵，我即摆拢袂使讲，咱袂使讲光复哦。哦，一光复个是讲，咱台湾和日本用武力占领，啊，即摆个倒转去吼呢吼，迄阵才会使讲光复。但是日本得到这个台湾，不是用武力占领的，而是经过条约签约吼，马关条约，这正式的大清帝国皇帝哦，英皇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皇帝，英皇哦，那底下的1895年，迄阵时都台湾跟中国无关系啊！哦，所以咱袂使讲是光复哦。其实战后的时阵，咱台湾人是战败呢。嗯，咱是日本人哦。我曾经是日本人，所以我的名是何春长福。这是我日本时代的时阵。改姓名的，所以即马因为我有康会有关的日本，所以我才恢复我的以前的名。哦，啊，为什么日本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？咱即马在追求的、在奋斗的一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。恢复咱的正式一个国际上的台湾的地位，啊，这个地位四个字，我相信恁大家，咱大家拢直接有学习过吼。啊，咱的秘书长一直在讲的就是日苏美战，哦，两个，一个是。日本一个是台湾，美国，所以咱的奋斗的目标，50%
甲日本有关系，啊，50%甲美国有关系。啊，但是真侪人误会讲，咱伫讲讲反对建国，还是反对独立？哦，啊，咱的奋斗目标到底是什么？咱卖讲新贵红的代志，咱能够达到日苏美战，就是我们当前的目标。咱若会当达到这样，咱台湾都安全。上届科委就是这民进党，我嘛是真支持这民进党呢。那是差不多三四当前，两三当前，哦，尤其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，去竞选的时阵，哦，我嘛是安尼，甲咱本土台湾人哦一喜一忧，哦，因为我一千九百六十二年一月去日本的时阵。你就是我以后就是来参加在那个台独联盟，到现在到接触这个咱秘书长的论述以后，我一瞬间说啊，看到这条路，一瞬间咯，因为这五十几年我也一直烦恼，一直烦恼，一直谈到咱的故乡，我首先是日本。那些阿在烦恼啊，到底要安怎这样？但这个论述，我一个灵感，只有这一条路，咱来按照这条路行，哦，台湾就永远安全。我查出来，讲民进党写那太苦，就是因为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。台湾，这点忽然台湾陷入于真正可怕的状况。安那讲了，咱民调，吼、哦，继承原成原调，啊，清调继承民调，啊，中华民国继承清调，对吧？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中华民国，是吧？后条继继承前朝，这是历史啊！啊，即摆你若讲台湾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那是台湾的。你若国际社会来讲哦，安尼恁台湾人家己在讲安尼，啊，无咱来个承认这個。安尼啊，哦，台湾是中华民国。上届欢喜啥物人，你知无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因为伊有权继承前朝，伊随时也在派兵来拿台湾。啊，国际社会呢？你个信任嘛嘛，无人敢讲话啊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个日本，虽然这个1945年哦，日本战输，但是日本1952年恢复这个主权以后，继续跟中华民国建交，是安那？伊这是世界是分共产世界跟反共产世界。所以这是台湾本来是还是属于日本的领土啊，一直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没有定，还没有做战后的处理，哦，一直是台湾也属于日本了，但是一直是中华民国之外，一直外是带50万军队之外，所以对美国的角度来看。
哎，很好的事情，也没派兵来保护台湾。好，这个十万的中华民国的军队，哦，来占领，哎，美国干哪支援这个武器，还个经济援助呢？安尼下来，对吧？啊，到这个冷战完的时候，这个美国应该要处理台湾的最后地位，哦，但是因为这样模糊下来，模糊政策对美国有利，尤其对这个军器商是吧？兵器商也真有利，所以一直模糊下来。这些代志我无啥，这先卖讲先过深去吼。啊，就是因为一直落来，噶只嘛，中国一直在讲台湾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，不会代志。因为1895年已经割让给日本以后，中国都无款啦，就是啦，款都拢无啦。啊！但是即卖人讲中华民国对台湾在中华民国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兴啦，我要来继承中华民国。所以大家爱了解这代志。所以我去日本的时阵，也日本的国会议员，伊那拢无清楚，伊那个日台什么国会议员，什么亲善交流会啊，什么啦。这个中华民国的议员在这往来，所以我开始在跟你讲，你交流，你跟台湾亲善可以哈，但是你交流对象要对，啊，你反而日本人是反入台湾，去由中国提起，你反入，你在想讲要安那家再安全再安心。啊，经过我个指点以后，真侪人就讲：“哦，安尼哦，对吧？”这是目前我即卖会当替咱台湾民政府甲日本人洗脑。哦，因讲啊，对不起啦，我拢唔知影咧，拢无想过。啊，佮讲不要紧。那么，对面台湾人，哦，我在讲的台湾人哦，我在开个台分开讲哦，到现在还是听不懂的人真多啦。啊，其实咱别使讲，以后咱别使讲台湾人啦，爱讲哦，所以我台湾人是。即马是即个台湾土地一顶头的生活的人，拢叫做台湾人。但是咱是台湾，那是本土台湾人，哎，加这个本土，这本土的意义是对的，知无？哎，日本人嘛，甲问，而且你讲本土台湾人跟台湾人有啥物无共？我讲本土台湾人就是。1945年8月15号，哦，8月15号，日本正式投降。迄只以前的日本统治下，都户籍是台湾的人，啊个伊个即个台湾人的后代，就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啊，1945年8月15号。以后，蒋介石伫拍死毛泽东，但咧带来台湾遮个人，迄叫做普通个，也就是住在台湾个台湾人啦，毋是本土台湾人哦。让大家清楚一点。啊，其实我今仔日。主题哦，唔是讲要讲这代志，这代志拢咱大家已经捌听过才对吼。
啊，我是就讲，咱从这2011年就开始有派队去日本做访问。那访问的目的就是要去祭拜，是这个靖国神社啊。靖国神社那时就台湾中国叫做忠烈寺了哈。迄、那个靖国神社里头已经有250,000的英灵，服侍在地。啊，有啥物资格的人才会当服侍底下呢？就是，那是为日本帝国啊个即马日本人吼，即马可以说是日本大帝国的时阵吼。噶以前，从明治维新以后，那是为日本国牺牲的人，啊，这牺牲不一定是军人咯、哦，民间的人，你也明明知影讲这是为着国家牺牲的，他就有资格服侍这些来的。所以。是真神圣的一个地方，一个日本天皇每当都爱去祭拜，但是因为第二次大战以后，日本战败以后，大家哦，知影日本人、日本兵的厉害，啊，都讲人日本是军国主义呀。爱军国主义的象征，就是迄个靖国神社了。啊，即马中国、朝鲜、吼、哦、韩国，即马拢得看日本首相，有得拜嘛，那得拜伊都像这一次已经开始在攻击了。如果你们都只是无反省在攻击了，特别恢复这个军。军国主义，其实不是。你站在日本的立场来讲，这是为国家牺牲的迄落英灵。哎，内底有咱39,100，哎，咱的台湾出身的英灵在这里头。哎，这是，伊是日本人哦，咱一直是日本人呢。这点大家弄清楚、哦，所以日本战败等于咱台湾家人也跟日本人做伙战败的，那不是战胜国，胡说八道。啊，中华民国其实一直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伊的战区是中国战区，跟。太平洋战区不一样呢，啊，这个中国在这个二次大战的胜利哦，你讲美国兵军胜利有啥物贡献无？其实拢无贡献的，可能一直输到去迄个，走去到重庆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跟你在我很能力，我自动了嘞。哎，就生存下来了。所以，这个靖国神社的地位啊，是日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核心价值。当然，每一个社会、每一个国家都有中庸、右翼、左翼，哦，右翼有极右，左翼有极左。这极左就是弄太激烈了，哦，那最后弄是用暗杀的手段的咯。但是日本人的核心价值最多的部分呢，是中庸加上偏右这一部分是最多的，而偏左或者极左的哦。
见到的是上个济，我一直是共产党是做活动的，曾经啊，不冲入别个红军内底，入去个天龙的厨房，去要甲看看我，因为因听讲见到日本国民拢无汤食的时阵，天龙还是在山珍海味，迄个学生拢结队吼。就冲入去，冲入个伊个厨房咧，啊个看，啊其实无，所以迄阵向你向你左翼那向你嚣张的时阵吼，还是没有办法引导这个皇室、天皇这制度我多。在日本的历史上，一挂将军吼，迄个德川幕府哦，丰臣秀吉，还有织田信长，这拢是将军的武款的，但是因要做将军，拢得爱来天皇来来个封，所以现在日本的天皇。皇室已经哦两千，伊就是我囡仔时，伊就在庆祝个两千的八堂，对万世一系都无变。这世界是找不到第二个朝代是这样的，所以可见日本皇室的比在日本社会地位哦是不动的。还有看靖国神社，伊遐一个徽章吼。那是菊花。然后你看日本的独自的迄公共所在也好，比如说大赛馆，原来一定有咧菊花的徽章，那是皇室的国徽。啊，靖国神社就有那个。哎，我神圣哦，我即马记一个咧，我大家听的咧。这可能很少的人知影啦。迄个差不多三四当前是无，有阵咱台湾迄个立法院，有一个叫做高金素梅，哦，高金素梅，伊即马是讲伊是迄个原住民，但是伊其实是因老爸是。对中国来的一个军人呐，啊，娶一个泰雅族的太太，啊，伊生出来以后是拢生活一对，你知道无？在迄个眷区里头，啊，等到个什么时阵，伊才出来讲我是原住民，这是立法院的迄个保障的名额而已，伊滴上到去伊才出来讲。我是原住民的，哦，爱去日本，去老外的靖国神社，我相信在台湾报纸没有报，哦，迄种是卖名的，一个无关系。啊，我那我甲问讲，啊，你有亲戚一来电是无？哦，学生一来电是无？没有，哦，伊是一种卖名的咯，哎，对。靖国神社老的时候，我拄啊伫台湾在看迄电视，就啊，哎嗨，这个一定是，哎，结果无，以前我就讲啊，这日本的警察弄得保护，现在底下发生这个命案的时候，哦，这是国际社会一定会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啊！到我一定一想讲，哦，我日本警察个保护，但是到这十月时阵，我去了解情况时阵，才知影讲，唔是啦，唔是警察保护啦，是因为一个组织叫做阿基莫诺盖，阿基莫诺就是讲曙光哦，早上。
刚刚那太阳出来就是那个曙光的意思了，而且属于哈核心价值稍微偏右的那个组织，阿姨来调一个太阳族，真的是纯太阳族的人。啊，我跟伊先生二十几年前就做朋友，啊，但是我唔知讲伊对这个政治有真有趣味，哦，我唔知。但是偶然的情况，我在得讲，我即马想要甲上面人，上面人实在唔知有啥物办法嘛，哦，啊，伊才讲。我有趣味的，对伊是这个，也是在崇拜靖国神社的，啊，才拿出这个高金素梅代志来讲。迄阵时哦，日本的右翼团体都已经外靠包围了呢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已经铁刀在要冲入去啊，要甲堵啊，但是这个阿基波诺卡耶。人懂别杀你，阿爷进来个人，能改。迄场合能改，今日创意就是要甲插落去啦。伊若创意吼，迄警察就无法度啦，因为拿刀，哦，啊，这里就是阿基波诺盖里头，他的会长。他的会场哦，今年都要满100岁。啊，每当上少三届，伊来台湾，伊足喜欢台湾呐。啊，因女儿吼，甲我讲啦，讲我父亲哦，就是本来是是拢坐咧轮椅啊。啊！若来到台湾，哇，乖啊，爷的就惊惊惊了。伊台湾到处就惊啊透透，阿里山也去，武侠也去嘛。啊！伊这12月来过，啊，明年别过来，迄个差不多2-3月啊别过来。所以这个靖国神社不是随便吼可以安尼合理。找他的所在，啊，这个咱台湾民政府访问团去的时候，一定要拜的，因为咱来的有咱台湾出身的英灵在里头，里头包括李登辉先生的阿哥，哦，也福赛就来的。啊，我的朋友的哥哥，我以前的同学哥哥也有，迄种阿哩神风特工队的队员呐。啊，这里日本在拜这个神社的时阵吼，伊用个神道，其实神道的迄种真简单，无压香。啊，无迄个什么试过是吧？要服侍拢无哦。我希望各位每年还是各个后，若有机会吼，参加这个访问团去日本来访问，咱的目的就是要啊，日本人知影讲。咱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暂时先达到日属美战的状态，也就是吼，日本的奥基纳瓦恢复成日本的国土之前的状态。哦，一些也就是旧金山合约是规定讲，除了北海道、本州、九州四国，哦，这四岛之外。其他的领土日本来放弃，所以大家拢以为奥基纳瓦被放弃，不是日本的领土啊。但是
佐藤荣作哈，萨多奈加古奈格一些真，奥基纳居然又回日本去了。啊，那台湾呢？应该是归来就是咱台湾嘛，但是不行的就是。蒋介石是把台湾来的，啊，将这情况变成很模糊的，啊，六十八当来，咱大家拢唔知，我嘛是唔知呀呢。接触这里论述以后，我才知呀呢，就马上疑问，所有的疑问、烦恼，一瞬间就解决了，只有追条。啊，这关键的为什么说日属没涨？就是1845当西魏一号，这日本的会计年度都是西魏一号开始的。还有一件事，这里一直昭和天皇发布一个诏书了，还有诏书就是公。正式答应台湾参政日本的政敌，同时参政权，参政权因为是这里真多爱权利呢，也就是完全从台湾变成日本的国土了，啊，变成国土以后，也就不再分割，不再割。也别再提，那像奥基纳瓦一样，以为可以从日本拿去，哎，这个不行，还是要还。所以，这个西魏一号的这个诏书就是将咱台湾保护的。那么，会诏书吼，你别讲日属灭战的时候，要经济困难的所在。啊，这里我是这里临时秘书长叫我讲解这次的情况，还有一些心得了哈。啊，我这反正每年以后我当拢会去，这时候跟日本人讲，你们都不晓得哈，但是。你们要知道，台湾还是属于日本的。别再讲，我不知道。这玄机里头很大，我现在不讲哈。啊，这个新都哈，那去拜靖国神社哈，我起码给各位介绍安那拜哈。一就是两翼哈，啊加两拍手，那个一翼，啊就完了。伊这打法哈，你要拍手的时阵哦，得一定爱安尼，哦，安尼，袂使安尼。右边的也好，左边的也好，我哎稍微，那你要大家要祈祷，看你要心内要祈祷什么。所以你要去那个神社也好，或者是天皇的墓前也好，你祈祷一下呢，哦，有的人弄搞得多，啊，咱好多时弄随便。看你心肝安那，安尼吼，你行咧吼，两界，啊只，看我咧十秒也好，啊是有个人，他父亲在里头也说不定，啊是伊个兄弟在里底，所以伊躲较久，啊了，啊再搁行一下。
安尼，真简单。所以，这个人12月20日到日本，啊，日本给咱支援的团队也派人来给咱讲。啊，本来是希望在那个羽田机场哦，这样大家作为唱一个日本国歌，但是那个警察讲哦，这个、公共场所哦，不是讲真快的所在，安尼150个人在去啊，哇，规拢交通，人人迄个旅客来来来去去不方便，所以希望叫人卖唱歌哈、哦。赶紧解散掉，这个坐巴士哈，游览车。这因为这是他们是公权力，这么劝我们，啊，咱是新书哦，属立的团体，那么是乌合之众哦，所以重要就是咱要入乡随俗。日本人是什么款的性格？想该容易看出来就是那个311的、哦、日本的 关东的灾害的时候，你看那些日本人的性格都完全出来，自动的。那个一个外国，你如果是美国还是一个东那个南美中南美洲，已经就抢劫了，我趁个机会、哦啊！你有点了，你拍坏，给你偷一命去。但是日本人不是安尼。哦，这世界大家拢惊一个哦，哪有这样的民族？哦，啊，其实都有。这就是日本精神啦。啊，其实咱台湾人也有这日本精神。啊，侬讲是台湾的日本精神啦。啊，其实来讲日本精神哦。但是我想，我嘛对不着。我1935年，就是昭和十当我出生了，所以20年，昭和20年就是我10岁时阵，日本战败，所以我有受过，叫做4年半的日本教育啊。啊，这是我双亲拢是留日的哈，我父亲。因为留这个医学啦，哦，那是跟苏内主席一样的。啊，我本人是兽医啦，我是台大念的是兽医系，哦，所以我时常能敢讲啊，人医啦医不好的吼，你来找兽医，哦，兽医你人透个听，不多听还是迄落，你也在讲，哦，医生讲哦，还有一个科学哩。啊，动物呢？他不讲话，但是你得一个医药好，所以我拢讲跟秋公，我比你较管呢，比你较强。所以，咱有台湾的日本精神，这是真正哦。我记一个例给你，我伫。他都有讲，我是非洲，我服务10年，我甲人工队拢无关系，我是我个人跟的赖比瑞亚政府吼签约，能买能当，我是被预防这个动物的传染病，啊，那个促进振兴吼特产。安尼，唔只会健康，啊，他对这疾病有抵抗力，啊，得到病的时间容易恢复过来。哎，这是台湾有派一队的兽医队到那里去啊。啊，来第有一个，我已经比即马那还要低嘞，伊即马应该是84、85岁啊。因讲有一日要来我遐佚佗啦，因为
因住个八十一关的所在草地吼，迄那边一抓拢在行七八小时。哎，你是援助的队伍，所以当地政府在甲补助这个汽油，一个月几百加仑啦吼。啊，就讲要来我这，迄个礼拜天讲要来佚佗时阵，迄个队长较年轻，是我应该是台大的老后辈、小后辈啦吼。哎，讲要用这个赖比如啊政府发的这个汽油。但是这个八十几岁的，哦，一直想盖老哎，讲不行，这个汽油我们要自己掏腰包要买，因为这是私人的访问，不是个公家的访问。啊，底下坚持用大声的话呢，啊，不然呢，还是这个老前辈赢了。这个都是日本的精神啊！你看，战了归当，还是有啊。这真正呢，啊，所以这个咱讲台湾的日本精神咯，我其实讲哦，我较欢喜，较喜欢，因为那呢，日本的纯的日本精神哦，因足重这个名誉。只要你那不讲不通哦，他只要用死给你看，他就怯步了。因为赌了安尼去哦，还够诱人呀。而且不会马上死了，所以弄一个另外一个人都阿别头给砍掉那样。这是也是给一个荣誉的。那个牧师的时代吼，江户时代、德川幕府时代，你要叫我掠去安尼砍吼，特别是不容易。但是以后你允许你先切腹，以后再砍你的头，就是有荣誉的。所以我做囡仔时阵吼，小学、中学，即嘛甲同学也好讲。哎，那几点来对相会哈？就一定哎呀那，哎，是中国时间还是日本时间？唔知今晚唔知要有无？哦，啊，中国时间可以迟到，日本时间一定啊什么？今晚社会就是安尼，日本的社会就是安尼。你若迟到的吼，两度第一届那个一个问号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信用？所以我第一届二十号搞的时阵，已经中午过啊，所以马上坐巴士去拜这个昭和天皇跟伊的父亲大正天皇。啊，对这个明治以后吼，明治天皇伊的本就是京都啦，哦。明帝的下一代就是大正，大正只有十五年，最短的。啊，然后就是昭和，所以从大正、昭和这两代天皇，也蒙在这个东京的郊外了。啊，因为这个昭和天皇发布是1945年4月1号那个诏书。将咱台湾属于日本这个事实，哦，变成一个真理，所以咱来感谢，所以咱就去。啊，其实这日本即卖宪法是战后的宪法，一旧金山合约的时候，它指它的现代的。宪法只基于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，但其他的它北方四岛，沖縄、okinawa, 哦、台湾，这个都不受这个新宪法的管辖，仍然是受这个
明治宪法个，而且是天皇都是上个大，因为讲是皇国、皇军、哦、皇土、皇民，都是天皇的皇的。啊，即嘛，真侪人唔知讲咱台湾是要属于日本，但是中国的上层的人都知啊，所以。真正当今，这个习近平要副主席的时阵，伊一定我爱去要当主席以前要去见天皇，啊，甚至要去见天皇，一定爱一个月以上才开始爱伊咯，爱安排。但是伊无，伊就靠一个我知道伊叫做小泽一郎，我那时候相当有力量的一个日本的政治家，硬个要个插入去。我内地啊咧，日本本来地就发很大的疑问啦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但是真正去，好像只见十五分钟，无超过20分钟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那安那讲呢？这个你要讲当成笑话也可以啦，但是。这并不是纯粹的笑话，哦，但传出来的有它的根据，哦。习近平跟天皇安怎讲呢？讲你日本不完啦，伊知影讲台湾要属于日本，就是日本的天皇啦。因为这大清的皇帝永远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嘛。而且是整个日本都是臣民嘛，啊，日本天皇那个讲呢，讲我们皇室没有卖过东西，原来轻轻啊那个给背掉呢，哦，这日本人是欢喜个必死，喏，怎样这代志？所以呢。真正大家爱知影讲，阮台湾要属于日本，哦，啊，咱的努力目标就是要达到以前的奥克纳的状态。啊，像啊，这个台独啊，是民进党也好，像啊，在咱六十几党。踏不出一步，尤其你想看嘛了，从李登辉到陈水扁，两代的总统，他们的倾向咱知影吼，伊嘛是拢爱台湾独立起来。啊，连续21年，有没有做出什么出来啊？没有嘛，连公投都没有办法，想啊，都是台湾。无主权啦，就是中华民国无主权啦。啊，这个判官吼，大家有听，应该有听过，咱台湾迄个林志升秘书长控告这个美国去了，哦，一判决3点啦，1点。咱核心一点就是台湾人无国籍，即表示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啦。第二，台湾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，这就表示什么？中华民国是流亡政权，不应该在这里这么久，应该来老早要出去的。第三。台湾人仍然在政治任意中生活，然后附带的就是美国的行政单位要尽速正常化台湾的这个现状，这就是保护咱台湾一家，咱民政府的人一家在发动的啦，
他不来，不必来抓。啊，那诈骗集团为什么不能来告诉？啊，一家诈骗集团来中部一家来训练真济人的诈骗欺诈的人，足详细的想就知道呀。啊，我在日本的时候。22号有开一个演讲会，还是不能跟他们问。我你们安全没问题吗？伊也真关心啦。讲讲咱这的台湾民政府的人，那去用暗杀掉，是不是会瓦解掉啦？什么样？就担心的啦。所以我甲回答讲，没有啦，哦，我们没有一支枪炮都没有，哦，啊，刀剑呢，差不多有三四支啦，那啥物，太多了，恁恁几家在三餐餐，欧巴桑对的爱对的爱毒的，啊，那本人在酒馆嘛，就躲到他们后面去的。我讲，唯一能够保护我们的，就是这个。咱的台湾关系法，这是国内法呢。美国的国内法，所以秘书长会使告美国政府去联邦的那个法院，就是因为利用这个国际法。你讲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时阵。你若要告美国政府，你才去荷兰的海牙国际法庭告呢？啊，为什么是咱对说呢？直接告，就是台湾还是在美国的占领下嘛。所以当这边一直被公投的时阵，那不是啊，小布什在白宫，一直是多啊，胡锦涛来访问伊，伊底下正式讲。陈水扁是 troublemaker， 也就是问题麻烦制造者了。一点个按时啊，这个大家讲啊，台湾是这美国的占领下，主权是美国人抽来了，土地主权是自己不能腾笼了。啊，这个现象大家拢唔知啊。啊，现在中国军的明年三月，哦。陆军要变做什么？陆上部队了。啊，空军呢变什么？空中部队。海军呢？海上部队了。明年三月，啊，为什么征兵制度被驳回？征兵制度，征兵这些一个国家有主权的呢？这个现象，咱都要看出来。所以日本，咱台会记哩吼，日本也是真守法的一个民族，真正真守法的。所以你去日本生活吼，你感到很舒服，唔免惊惊遐遐。你去坐这个斑马线吼，你很安心。即嘛台湾的情况有较好些啦，吼，你只是不管呢。你行伊头前个说坐 taxi， 阿别个你行咧嘛啥咧啦？啊，所以我不听个较后去日本留学个迄小姐咪嘛，伊讲来日本生活一当吼，等于台湾咯，迄斑马路唔敢行咧。虽然伊拢绿灯吼，底下，但是照样迄车安尼个你走来走不去。日本真正修法，所以咱企业大个吼入乡随俗，啊，在真济代志啦吼，真济代志我袂当讲，迄落我有一天咧将这次访问的一些问题、一些心得，我会把它整理出来，啊，看有一天会当和大家。
就参考啦。啊，真正吼，这个上界担心的就是吼，23号，这是日本天皇八十岁，啊，这是咱要去的真重要的咯。毕竟吼，日本天皇怎样讲，你的海外的亲卫队在这里了。哦，我跟你在2011年第一届时阵。其实伊去改吼，迄机啊，互咱民政委机啊，互警察摕去呢。啊，但是入去以后，伊才阁承认。这有一些理由在里头。第二届就是去年去的时阵，那无问题去啊。今年第三届的时阵，正面都有风声在讲啊，啊，这届有人。给人迫害，所以这个无法度通啊提入去皇宫。啊，大家拢烦恼个要死，到这边呐，啊，为讲啊，无咱这旗杆拿掉哦，跟咱拿这个啊藏入去啊来对咯。啊，讲你们在想什么？你要讲那个民进党个开个会吼，啊，袂使讲袂使，互咱抓入去。安尼，咱想尽办法，安尼偷偷给拿进去就可以了，哦，那个大都胜利了。但是叫咱袂使抓起啊，入去就是皇宫的警察呢。啊，你偷偷拿进去，啊，你底下入去啊，这会，你失去的是什么？信用。你都偷，你免想讲再恢复。但是日本警察无甲咱阻挡。所以我站在最前面哈，迄个被逼入去皇宫的时阵，啊，日本警察底下这个讲，我是天皇的海外亲卫队啊，哦，所以您都要想尽办法把我们给他安来去上界头前的所在，哦，你跟您的上司讲，啊，伊就让我满脸笑的种。啊，去后边给上司讲了，啊，讲了就讲没问题了。啊，这里我以为是第一堆，没想到哈，第一堆搞的就是金刚的暗时就底下的等啊，的白了。暗时讲挂迄个帐篷，也拿睡袋，还是带迄个毛毯，暂时我是足冷的呢，但是人家开始就白啊。啊，第二队是6点，6点，啊，第三队是7点到7点半，啊，咱第四队啦，嗯，以前是咱讲有，咱想炸也唔是，搁较早都有，啊，这种是主动咧，拢唔是人要求的，啊，是强迫哦，主动咧，啊，会带囡仔，啊，这002车是不？哦，幼儿车那种，那些场面哦真好啊！我希望哦，大家以后有机会参加，你去接触这日本的那个文化，哦，真正纯日本的文化，啊，看人的也太多哦，一定有收获。啊，其实咱日本精神。台湾的日本精神要存在，要老一辈的啦，一定要老一辈的哈。咱这到几点？咱这个50分，加50分，3点50分哈。嗯，2点50。哦，啊个有一项就是第一届、第二届无。咱做的就是演讲会，哎，演讲会吼，咱请一四位，哇，迄拢是尖端的啦，就是跟日本的核心价值一样的，咱的核心价值跟他们的核心价值一样哦，嗯，啊，其中两位是民间的吼，所谓的因那个国学。
所谓的核心价值，以天王为中心的落来这里中心的所谓的国学，国史学的哦，这里进去之后啊，这个功能哦，哎，以记这里的台湾的例啦，我讲台湾那亲像讲吼。我这个手机啊啦，哦，那台湾手机啊，啊，我是主人哦，真，伊这讲是日本人啊，啊，得去店呢，讲你给我修，给我修好好，啊，啊，但是这个人哦，修好不行啦，啊，底下压的一直用用个几码啦。这都是麦帅将台湾交予蒋介石讲，你台湾接受日军的投降书，啊，佮解除日军的武装啦。哦，伊任务都是安尼哦。啊，但是，哎，这做后无行，对啊，拄着这个叫毛泽东挂的。无路通啊走，啊走了台湾，啊坐到即嘛，用台湾用到即嘛。啊，其实伊就是中华民国吼，伊若卖走来台湾吼，再走去海南岛的话，哦，伊就是正，因为是正式中国的一个政府嘛，两个政府的内斗而已哈。但是你一旦入了这個日本的领土，伊就变作一个。亡命不，台湾政府啊，亡命政权。那有很多日本人嘛是希望，也唔知啊。但是有一挂人已经话洗脑啊，吼、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啊，其实这个来演讲的吼，有一个其中一个历史叫做。桜井有是个樱井良子啊，这是非常有名的。嘿，日本人听讲，咱抢着这个人来演讲哦。伊说：“嘿，真的吗？”嗯，真的。哇、哦，嘿，这么简单人来抢的人，但是这位吼、哦，真可惜。是咱委托一个日本人替咱交涉的吼，伊无了解咱民政府的主要的目的，咱就是吼要请伊来讲，甲日本人讲，讲台湾甲日本的不可分的关系，啊，台湾人甲日本人是那是兄弟啊姊妹安尼。哦，也应该就是主要是安尼，啊，没有想到这些人哦，要求讲杀过来，这个女士哦，一定要讲咱民政府的论述啦。哎，这个不是，我是以日本的国语为中心哦，啊，那叫日。本的安全，在这世界目前的经国际形势上哦，日本的即马所处的这地位是怎样哦？危险在哪里？啊，这个那有机会再讲，那台湾跟日本的关系，啊，所以。这个人委托这个日本人哦，可以说是破坏掉去了。为了一家可能下抓工啊呢，主旨不一样啊，那种那是12月12日都可能讲啊，但是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回报。等到前一天呢，我才听他讲，他可能明天不来了。刚才听说可能不来了，啊，隔顿讲
真的是没来。但是另外一个叫做小齿明，啊，小明，齿明木，小明木，小明木，没有想到这类人哦，哇，真好，这类人我没有听过那名，但是知影咱的非常好的一个朋友，所以每年可能会阁请伊来讲。所以日本虽然哦，真迄啰，迄个咱所处的地位吼，拢以前拢无人去管啦。哦，啊，随在迄个李登辉，日本的李登辉自由会的人，底下甲咱宣传个，那真艰苦，那可以感到四面楚歌啦。但是我相信这个可以克服，没有问题，一定可以克服。这里是150个，第二个是230个，哇，这样浩浩荡荡，大家请这里最好人家跟他讲哦，我伫个会场我跟大家讲，恁大家拢在想讲，我那是诈骗集团哦。但是你要想哦，民政府从来没有向外募款过。啊，人要给咱寄付，咱不接受，为什么？咱需要这经费哦。怎样呢？因为这钱的问题最容易造成的把柄了。咱这个身份证1000块都在讲呢，用在骗啦，什么了？啊！你咱即讲受训6000块还是10000块？难道不需要有一些经费吗？啊！你要招人来参加这个自己的旅行，你想这嘛要3-4000块？啊！日本5000块、10000块不算什么了。所以大家这个风声吼，拢唔免惊，自然会破。哦，啊，有人家问讲，恁的头头的林秘书长为什么都不来出外国？有人讲，因为伊是脱税，所以。不能拿到护照，但是你想看嘛呢？你脱税，哦，你搞得多好嘛，罚金也搞烂嘛，纳了你就自由吧嘛，你纳不起，你要关嘛，是吧？啊，关出来呢，你那边新疆护照也可以和拿到嘛，哦，所以我在跟解释讲。不是拿不到护照，是不爱去申请，因为中华民国是咱台湾民政府要甲赶出来的一个组织。啊，你要甲赶迄组织，你迄个头啊，你去甲申请迄个护照，那不是自找嘴巴吗？啊，就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原来这样，你们头脑太简单了，一挂现象你拢无看，拢看唔在，有眼无珠啦，你看。他们知道意思是什么，所以这个风声哦，男人被迫害一个男人，最简单的就是钱的问题，还有女人的问题。所以民政府来对人，就小心的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今嘛，你别讲咱将来太将来，日本有一句。格言说是明年的事情，你现在谈明年的事情，贵也久了啊。那些卖雄心贵很了。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日数没涨，哎，这是安那一种？咱大家拢
我相信大家拢爱台湾建国。即嘛，咱伫这个政治联姻的台湾，即嘛咱一家，这个是咱的理想的台湾一家。啊，这个台湾独立运动，六十几当袂当跳来个家，就是无这个法律啦根据。啊，咱这个日式灭战就是在这里中间，你先来跳在这里以后，才能够再来这里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大家要有信念。其实呢，真正贵下呢，五六个月呢，啊，去游街时阵哦，我这里高中的一路学生。这个川国呀，叛国之子，你们是叛乱之分子，这样，还没呢。没想到人家杀当，已经两万人申请这个身份证了，这就是哦，像滚雪球一样。之前你看不，晓得吧？那是哪棍哪大力啊哪紧，这是民进会现在很凶。所以一月一号元旦，新年元旦，希望大家就好，大家做一来参加，这是对外的一种的宣示，我们绝对不会倒下去的，差不多啊，哈，哦，哦，多谢，各位好，那下课休困十分钟。